人天府有四句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我们得人生感天福的一些行为规范。首先从孝养父母来看，作为一个人的道德人格的基础，要有孝道。孝道也表明一个人知恩报德的这种基本的道德心理。为什么要行孝道？因为在这个世间上，对你最有恩德的是父母。父母是世间福田之最。那孝养父母最基本的条件，你要赡养父母，保持父母的物质衣食不愁。而且这个养里面还包括让父母生欢喜心，顺着父母的心，早晚都要去问寒问暖父母没有说之前，你就得要满足父母的心理上的需求进一步还能够光宗耀祖，成就一番世间的事业。最高的孝顺就是孝顺父母的佛性，顺父母的佛性，养父母的法身慧命，只有佛教才赋予了这个孝的一个更高的内涵，就是要令父母出离三界的轮回，让父母能圆成佛道这就莲池大师说的亲德离尘埃，埃止道方成就。父母双亲得以离开三界的尘埃，你作为子女的孝道才算真正成就了。地藏菩萨就是一个表范，他在因地做婆罗门女的时候，做光目女的时候，就深知他的母亲在三个道里面，所以一定要救度。他所救度的方法是通过念佛，婆罗门女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一日一夜，到了地狱的海边跟无毒鬼王有一段对话。透过他供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以及他念佛的功德，他母亲从地狱里面出来了光目女也是供养佛，得佛在梦中告诉他母亲的去处，以及这个光目女为母亲发弘誓大愿，就使他的母亲得到解脱。所以这个佛教作为印度出现的一种宗教，它能来到中国能够生根开花，结果被中政党国人所接受，这跟它佛教重视孝道，跟儒家的这个百姓孝为先这个理念能够接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孝永远是一个法界的真理，做人的起码的道德规范违背孝道就是恶法。再看奉事师长，这个师长有世间的师长，就是教我们知识技能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些老师们还有出世间教我们佛法的师长，称为善知识或者和尚阿舍利对这些师长都得要有恭敬心奉事要有弟子之相，要代师之劳，
像大地一样的心，要有仆人那样的心，要舍我慢，这个一切都要请示师长你才去做，而且对师长不要去说他的过失，经典当中讲，你说一个和尚阿舍离的过失，都要堕到地狱里面的。尊师重道，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法界的真理。第三是慈心不杀，就是要有仁慈之心，要不杀害任何的生命。一切众生都是贪生怕死的，把生命看得至高无上，所以就得要有恕道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慈悲心呢，是成佛的种子。所以在戒律当中，是把不杀生戒是放在首位的。那众生内心就有这种残忍性，以强凌弱，掠夺其他生命为己所用的这样的一个劣根性。所以为什么自古以来会有这么多的战争，人际之间会有这么多的摩擦，甚至整个的社会都被恐怖主义所笼罩，这些都是来自于相生相杀的那种杀业所招感的。世界的和平是建立在你有仁慈之心不杀生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佛弟子为表达仁慈之心，就是不仅不去杀生，甚至要坚持吃素间接的杀生都不可以。再就是修十善业十善业在经典当中称为是总持如大地，一切世间和处世间的功德善法都由十善业所生长转轮圣王遇事以十善业道治理这个国家的。那十善业就是身三口四意三，身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是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意三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从止善的意义上，你不要去做这些恶行。进一步十善业道，从积极行善的角度来看，不仅不杀生，而且去放生不仅不偷盗，而且去布施，不仅不邪淫，而且修清净犯恨不说妄语是说诚实语、直直语和和真语、柔软语那个意念当中要有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在无量寿经谈到居家以十善业道规范自己身口意三业，能够去随分随地的念佛，乃至一昼夜的支持名号，那阿弥陀佛都会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